躺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旺。今天为什么躺在床上说话呢？是因为我已经放寒假了。为了呈现大学生的慵懒和悠闲，就勉为其难的在床上跟大家问声好。你好。OK， 各位看官冷静，请不要退战，我们正式进入正题，好不好？其实刚刚那一段影片是昨天拍的，我今天才刚睡醒而已。你看，人一糜烂起来，连自己都会怕。OK， 反正我是放寒假了。OK， 那放寒假这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啦，但代表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影片。那我影片出的速度、出的量、频率都会变得比较高。生活中的越南语这个单元什么意思？它是一个没有，谁在偷想我？生活中里面的越南语这个单元，就是说，我就在生活里面啊，这算是一些朋友给我的建议啊，就是。生活里面碰到的东西哦，假如我今天逛夜市，接下来我可能会拍逛夜市的。逛夜市就想到，买去夜市应该可以讲哪些话，然后就翻成越南语，就算也算是给我一种挑战吧，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不好翻。然后，我觉得有时候翻译最难的就是生活语，生活里面的一些名词。那我今天刚好趁这个。大学生其实期末考结束之后就是寒假，有人如果你还有报告还是什么，那不一定。像我们这种工科的人，考完试就是放假，现在才十几号，不过已经在放了，所以趁这个机会，那就开始跟各位谈谈关于学习的一些名词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字幕出现，为什么？题外话啦，因为上一部影片呢、应该是13分钟，我13分钟我的字幕居然要编辑到7个小时，我只有一个人在做影片，然后变成说 我影片做到最后，我删了很多的话，我后面有很多片段我都是删掉了，做不下去了，制作上，然后我讲话变成说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对自己负责，讲得很不自在。所以，也许收音应该算蛮清楚的啦，所以各位将就一下吧。如果你习惯看字幕的话，OK， 我们来从学习开始。你可能早就知道这些东西了啦，吼。那你知道的话，那我就当作是复习就好了。好像我们去上课，去上学，上学怎么说？上学就叫做你好，你好，你哦，记得哦，这个我上个影片有讲哦，你不是的，是你。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发音，请看上一部影片哦，不是声懂的那个哦，不是翻译声懂的歌，是你好哦，就是建议初学者的那个影片。那下课呢？下课在中文里面有可能是回家，也有可能是下课完休息而已，但是在越南语里面是有比较明确的区分。我们是会分，如果一般下课休息又叫做 rajay， 你可以说是休息时间的你，但是rajay 这个词呢，坦白讲，我不是太清楚说中学和大学会不会也叫做 rajay。因为我们要在那边念过中学跟大学啦，所以有请专业指导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也想知道。Rajay 是下课，那回家呢？放学回家的话是当中，不是当中，不好笑。好，
单整，期末叫做鬼学期，学期就是学期嘛，鬼就是最后后面的尾端了，鬼学期就是学期，所以是学期末嘛，叫做鬼学期。好，那这个教室，那我们在念书的时候的同伴就叫做同学，越南语叫做班học，班học，班就是朋友，好就是学嘛，学习的朋友就是同学，应该很好理解吧。嗯，那学习自然就会有成绩，成绩怎么说，成绩就叫做坦的，坦的几分呢，几分我们叫做，我们用点来当做分数，所以就是你今天考几分，con hôm nay thi mấy điểm，这个是大人对小孩讲的口气哦，mấy điểm多少点，点就是点，虽然也是汉音，但是跟中文的用法不太一样。好，再来我们说love 这个词我想讲的就是 love 这个词呢，如果我们说是 love 好 love 好，它就是教室，可是如果说是 love 没是多少，就是几年级的意思， am love 没，你几年级， OK， 那小学中学大学怎么说，小学呢就是丢好丢好，中学是中好中好，大学就是大好大好。这个如果你闽南语不错的话，你应该不陌生的，修好中好大好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说某一间大学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校名又放在后面，例如海伦清陶的，他说雄王大学，中文的大学又放在后面，对不对？校名又放在前面，像越南语就是中大学雄王，对不对？校名又放在后面，大学雄王。像我本人是永康国小，那就是国小放在后面嘛。可是越南语就是丢好明康。OK， 那像我现在是寒假，在越南是没有放寒假，所以没有这个名词。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生出来，而且对方一定懂为什么？因为越南有暑假，暑假就叫做你海，你海的话，我们只要把季节换就好，海就是夏季，所以冬天冬季就叫做冬，所以只要把季节换掉就好了，就是你冬，你冬就是寒假。顺带提，其实越南的，没记错的话啦，越南的暑假会比台湾长。因为他们没有寒假，好像所以其实大家所放的假的量是差不多的。OK， 关于学习的东西，我目前有想到的大概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好奇的东西，你可以问我。好，这个单元就这么简单的来了，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，你就帮我点个赞、分享，或者是帮我订阅。我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要了。糖跟我平行啦。可恶，忘词了。我想喝，我再想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旺。今天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旺，在床上面。到底在干嘛？哎，走开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我就。